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女葵。我们今天来到公主的冰雪派对，我要制作什么新的东西呢？我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到我的秘密基地，诚挚邀请您来参加冬日聚会。我们今天来制作捕梦网吧。捕梦网可以把噩梦都赶走哟，那就可以有个甜美的夜晚啦。选哪一个好呢？希望它可以为我们带来美好的梦。这里可以选很多的形状哦。第一个就是刚刚看到的蓝色这个，两个环的是黄色的，这里面可以选择颜色，有蓝色、粉色还有紫色。粉色的会感觉偏梦幻一些，蓝色的会有一些清爽的感觉。接下来就是要装饰它了。干得不错，哇，干得真漂亮。这里面有很多装饰的种类哦。向日葵决定根据自己的爱好来做一个搭配。我准备做一个好看的设计，带羽毛的这个球球装饰，还有雪花装饰，将它们穿插着摆放。哇，真是超级华丽！中间摆放的全都是紫色的装饰。特别，接下来要给上面的网进行小小的装饰喽。我一定要把它挂在我的床前。这些都是蝴蝶结，每一个网上都可以绑上一些。真是太厉害了！哇，我一定要把它挂在我的床前。哇，捕梦网简直太漂亮了！真漂亮呢。其实下面还有更多的装饰，宝宝们可以我一定要把它挂在我的床前。制作好的捕梦网可以摆在装饰大厅里，希望每一个宝宝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。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啦，大家如果想要跟向日葵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，一定要关注可乐姐姐的频道，最后不要忘记点赞还有订阅哦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吧。